哦，好像有点像《魔物猎人世界》，然后这个任务是斩击大骚动，我爱骑一下小金蟾爪龙，这只应该是最小只的蟾爪龙吧？我终于会骑乘创意，先把武器拿出来了，然后拿出维克斯那个三角位，好屁哦，好，对啊，怎么样？真的骑得到？四鞋，喂，没上去，再一次。喂，哎，这只好像没有很小，重，这打不到啊。哎，凶残龙比较蠢，哎，它一直跳。哦，麻痹了，麻痹了，好机会，我这样都不中。咦，这么难？哦，上去了，势在已发，然后换位置，都在身上，好像凶残龙比较好笑，都在头，上去了。居然可以啊！这猎人的妖力好强！哇，那居然可以！哇，被撞下来了！哎，又回来了！按个叉又回来了！好，我觉得来自那个，来自那只，刚才有点好笑，哎，打完了，好吧，那我把要把任务打完吗？咱就录到这里就好。我觉得不能好打、啊。然后瞄准加三角就是放草，加 R2 是喷那个费洛蒙，然后就追啊，直接放草就加三角，啊。这好像只有一次，既然可以把虫抓回来，三角要按着吗？好吧，我不是很会玩，哈哈。啊，还是不要乱用好了，乖乖的放飞洛蒙好了。有，不然听说，哎，我听说。直接把虫放出去的比较快，应该是这样啊。可以再骑上去一次吗？我想换武器。算了哦，骑上去应该是运气好。刚才突然觉得好低哦，我想换双刀。啊，因为我会打到弱点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一直？为什么我不能蹲下？这游戏怎么了？我死掉吗？好，蹲下可以喝水，没问题。哦，还好解除了，好厉害哦！哦，不好打。为什么伤害这么低？好，我觉得我们就打完好了。喂，掉落物，多里多里，从中归来。好，那这个就录到这边啊，反正有骑上去了。